有没有可能饥饿的民众打这支电话就再也不会饥饿？这是农委会主委陈吉仲的期盼。为了达到台湾零饥饿目标，农委会结合产官学共同投入，以结束任何形式的饥饿，造成粮食安全，改善营养及促进永续农业为核心，提出扩大服务、响应其实、公司协力三大策略。台湾的每个人的平均国民所得即将超过30,000元，那台湾有没有人吃不饱？跟各位报告，一定有，而且是分布在不同的地区。那这个部分里面呢，农委会要做这件事情，但也要特别说明，我们不会去跟既有的社福体系里面，比如说包括食物银行这一边有所冲突，而是就农委会这一边可以掌握的这个部分呢，来执行。因此，我们今天推动的所有的零饥饿的这一个议题里面，我们有两个部分。第一个，当然各位可以看得出来，联合国 SDG 第二章里面的 Zero Hunger 里面就有很多的要求，希望所有全球的人们都可以获得安全而且是一个健康营养的粮食需求。第二个，在食农教育法在上个会期通过以后，我们积极的开会讨论，其中在第九条里面，他就要求我们要提供完整的安全、营养且足够的粮食，而且是在价格稳定底下给所有的国人。白话文就是生长在这一个国家的所有的我们的台湾的消费者不应该有人挨饿。那我们当然要从这个角度来贡献我们所有农业部门跟我们所有的企业可以做的部分。因此我们的整个零饥饿基本上有三大策略要特别来跟各位媒体记者报告。第一个，当然就是要扩大所有的量能服务。所谓的扩大量能服务要来填温饱，是因为既有的农业体系里面本来在做了。我非常感谢所有的农会，那在3年前开始配合辅导处办理的绿色照护站，其实有越来越多的我们的还有渔会渔业署这边，那农渔村里面的我们的许多人越来越多到我们的农渔会的绿色照护站里面来学习东西。那农渔会本来就有提供固定的这样的一个共餐共食，我们现在是希望再把这样的一个力道扩大。那不只是农渔会，其实我们全台湾有4000多个社区，农村社区，那水保局的农在社区也有提供这样的一个共餐的服务。所以第一个，我们的策略是扩大服务，要来填温饱。我们第二个是在食农教育法里面，或者是在全世界，你看我们有面对10几亿的人吃不饱，可是我们的粮食浪费竟然有高达30%，所以我们希望可以推动这样的一个响应其实的这个专区。那我们希望优先可以同农会的这一个供应体系里面这一边来做，而且是提供更亲民的这样的一个农渔畜的食材给我们所有的消费者。今天的这个记者会，是期待也呼吁，尤其待会周董事长会更来亲身的呼吁所有的我们更多的企业一起来参与，这个才会让整个力道更大。这个参与的部分里面，我们待会会特别报告，我们会提供我们的幸福的餐盒，我们会提供我们的所有的食材暖暖包给所有这一些社会大众所需要的。那这个部分里面，一开始我们很乐意用政府的既有的资源预算来执行，可是后续如果要造福更大的这些的我们社会大众，我们欢迎所有的这些企业一起站出来响应。所以我们待会有一个平台，就是要让所有的企业透过这个平台里面具体的来执行，而且我一定保证，特别感谢周董事长的建议，我们一定会让所有的企业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资源运用到哪些的社区，哪些的对象要清清楚楚，而且是可以有呈现它的效果。地方里长也共同推动计划，提供弱势社区照顾。所以我们在平常我们有关怀据点，那但是在去年疫情非常严峻之下，我们关怀据点全部都停办了。但是因为当时刚好有一个及时雨的执行很深的，就是我们农委会水保局有停聚不停止这一个计划。那我们在这一段期间，我们仍然持续在做一个供餐的这个动作，所以我们社区的一些长辈啦，一些
因为年轻人啊，对这个计划都非常的非常的称赞哦。那刚好在今年疫情又严峻那么严峻之下，那我们农委会，我们陈主委又推动这个零饥饿这个计划哦，我们觉得这个计划真的非常好。那我们在推动这个计划当中，我们总共目前服务有78位的民众来参与，所以我们希望说，既然好的政策，如果我们社区的量能如果够的话，我们也希望说，我们扩展到更多的社区的民众来接受这个计划哈。目前有5处农会农民直销站设立席时专区，陆续将达到22处。我们谈到这个专区，那我农会目前，我觉得啦哈，由农会来做的话是最贴切，因为农会最接地气。那我们不能让超商、让那个卖场赚每一钱，所以我觉得说由农会来做这隐藏优惠的一个即时专机啊，我是觉得最好的。那我是觉得说我们将有一些外观还有外表比较那个比较差，但是它的品质完全没有，都是一样的，还有一些。我们已经即将到过，即将哈、哦，那个商业期比较短的哈、哦，我们就透过这样一个方式哈、哦，让它在品质、安全、营养不打折的状态之下，但是我们价格打折，我们来响应我们这个零饥饿这样一个政策。那我们希望说，我们这样的一个政策在执行的时候，我们能让我们这样的一个农村的那个老人啊，他们农民啊，他们人的所得啊能增加。那我们的那个粮食那个食物啊，我们的食物能在不损害的食物之下，让我们来创造我们一个地球环境永续的一个双赢。我们有办理共食共餐，我们一部分送到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家政哦家政的这些志工烹调出一个很好的一些美食，色香味俱全，让这些老人吃的大家都很开心，他们像年轻人一样活泼乱跳。那再来第三的话，就是说我们透过我们的服委会，我们将不定期的买这些即时专区的食材，分赠给我们员工，增加员工的福利，然后避免这些食物的浪费。最后的话就是对于赏味期，比较短的，我们就是直接打折，让消费者哈，这个让利给这些消费者。同时，农委会也结合食农教育与业者合作，推广台湾即时便当，提供弱势族群购买。预计也进一步推出食材暖暖包。第一波推出来的幸福餐盒是以台湾青鱼为主菜，那台湾青鱼是渔业署这边花非常多年的心力来辅导的南方澳友善船队所捞捕的这个青鱼，那餐盒每一片鱼都有鲜鱼申报，那所以非常荣幸他能够参与这个幸福餐盒。那主食的部分我们使用的是国产米，那在配菜的部分呢，至少会有3样的这个国产蔬菜。那这部分非常感谢农粮署的支持，而且坚持每样菜都一定要100克以上，让大家假巴巴这样。那当然有菜也是要有炒蛋。那为了让大家这个口味更好，而且更有故事，这次非常感谢畜牧处全力支持使用飞龙寺的鸡蛋，让我们这便当呢更有食农的这个精神。那我们就是希望说把这份美味能够分享给所有需要的消费者。那因此从下礼拜一6月13号开始，在那个台北双北新北市这边，每周一至周五的中午时段11点半开始到下午1点，那民众可以直接到我们的幸福元气站来进行购买。农委会期盼更多企业响应，期盼疫情与国际情势下受影响的国人都能安然获得温饱照顾。记者温俊台北报道。